们现在是在怡宝的第二天，然后今天的食物呢，其实是不应该我来带你们吃的啦，应该是谁是谁？那个怡宝的网红啊，啊，伟红是吗？啊，对对对，啊，其实还是在 quarantine 啊，所以我们要遵守那个 SOP， 所以就没办法了，就让你来代班，代班啦。啊，今天我们要吃的都是他介绍的，等下看一下伟红介绍紧一点，还是伊琳介绍紧一点？紧一点，三二一 ，Go。OK， 所以我们整体一个的地方是林记牛肉叉烧。对，来，我们有去问一下老板，老板就讲咧，这个店是他6年前的时候在 JB 跟一个师傅学的，他以前是卖炒饭的啊，新加坡人叫那个东西菜饭，可是有肉的哦。所以 Johor 也有牛肉，靠海地方都有牛肉的嘛，槟城啊、马拉卡啊、Johor 啊、地方在啦、Pangkor 啊、Pangkor 啊，那些不晓得啦。OK， 我们现在有这个牛肉拉沙，有一点像 curry 像拉沙，我不知道啦。咖喱面来的是吗？我是觉得是咖喱面，可是很像拉沙。马拉卡沙拉沙是这样的，这个是 dry curry 面， dry curry 面，是还有 piz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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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zza。所以这个是米粉面当咖喱鸡，对， yeah. 然后这是米粉面牛奶拉沙汤。我们 try 这个先。喂，那个听讲它的西汤好像很挺亮的哦。有大大力的西汤。大大力的西汤。Oh my god, like guys, look at the 西汤。巴生这种什么东西都是要太糖鲜的。OK OK。是巴生螺，巴生巴生螺。他有新介绍，真是巴生狗啊。Okay, I can vouch， 这个是有一点牛奶拉沙。哇，那个西汤的味很重哎。这叫烧肉，这叫烧肉。有一点的修吧修吧，嗯，还是标准的三层烧肉，脆皮油跟瘦肉，还有点硬硬咸咸的那东西。三层哦，看到吗？这牛奶拉沙跟我们上一次吃的有点不一样，上一集的有点像阿萨姆拉沙，这个应该是 curry 牛奶拉沙，所以谁是真正的牛奶我不知道了。那个是牛奶拉沙吧，两 full stop， 这个是牛奶 curry 拉沙。哦，咖喱米咖喱米啦。That's right, trying to 来粉，这个叫什么？拉沙粉。来粉就来粉了，拉沙粉这样多版本，什么名字都要改的了，哎呀。那个小小的 call what 啊？螺蛳粉啊？他们也是有 ，they have the option。因为它的汤都一样嘛，它只是放不同的面包。我比较喜欢来粉，因为来粉比较容易细。它奶粉加进去过后，它的面就它的汤就变成另外一个味道，就好像比较浓、比较粉一点点，也是 OK 的。因为它的面没有这样的太细，所以它的油是在那个奶粉外面的。这个它已经吸完进去了，所以你吃不到那个咖喱本身的油，所以变成哦那个咖喱汤的油会在奶粉身上。你吃的时候你就有一股奶粉的感觉。现在我们吃第三的，这个是 dry curry 米干咖喱鸡面，干咖喱鸡面。我就喜欢焖中焖的 curry，这个还有澳大利亚的味道，还有一个味道你们很喜欢。这个干咖喱是感觉那种干捞，然后就捞那咖喱，然后你就自己再捞的一次那种。哦，它也是有西汤的。Oh my god， 西汤真是很大粒，大过我的眼睛哎。来 ，I ask her， 哇，那面直接糯就是吗？啊，很。那西汤是吃芽菜长大的。昨天的就是咖喱跟面包，这个是有那个吃到那个澳大油黑油黑油的味道。哦，哎，昨天比较辣，今天没有这么辣。有的这个改良之后吃起来有点辣，就是我吃的不怎么辣，也是这种。其实你看我们吃到这样子，你就知道这集的答案是什么，你心目中的答案呢？所以我们 three two one， three two one， 好吃，伟宏 ，thank you， 很好吃 ，a very good breakfast spot， it opened as early as 7:30 to 12:00 5 hours 啦 ，5 hours， 所以我建议你是早上5点从 KL 下来，我要直接来这里，因为他在 highway 也是蛮附近的，下一下就到了。其实就是你如果有来一波 overnight 啊，你来早上第二天起来吃是很好，就你来吃好过后，你心情就很好，你就会其实你这样早起来是 OK 的，值得。这个是个 one thing， 我跟阿妈讲，他的 son already leg pain， 不是，他是讲说他的儿子的 knee 不是很好，怕站很久会很辛苦。所以他只开5个小时。然后过后我看一看，好像是拜二拜四休息，所以你们是阿嘎嘎啦。这个的 curry is one so in the morning， 它是很慢慢的那个香。就算它不会一次嘴巴你就哇很过瘾，可是就是它的 after taste 啊，就有一点点那个，因为One more. 我们刚才吃到它的烧肉很脱水，可是下一个 location 不也是烧肉的吗？它烧肉很好，迫不及待有人气。它的西汤很大力，然后过它的这个牛腩咖喱拉沙，很牛腩。Ready to go to the next location? Yeah. All right, let's go. 打包。Go. Okay. 所以我们是在那个第二个的地方，是 called the museum. The museum. The ambiance is different. 特别。啊，可是我们是拿着筷子的哦，为什么？因为这是中餐来的。Yeah. Back story 啊，这个的老板喜欢走 ending。你来在这个地方啊，你看很多 ending。他是说什么 ending？按摩的 ending。按摩的 ending。哦。Then 他 found out a recipe， 在那个
antique style of how to do 叉烧，所以这个 recipe 是在二战的时候就有了。World War Two 的。World War Two 的时候就会做叉烧的，这样讲的。有 Chinese 吗？羊肉叉烧啊，那时候。所以我们有两个 dish， 一个是叉烧烧肉，然后有他们的特别的八姑菜。八姑菜，因为他们讲没有在宜波有人卖这个，算冷的，还卖冷的。呀呀，算冷，哎 ，OK， I'll order this。然后啊，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你看啊，它名字 The Museum 鬼式茶餐厅，以为这个鬼是吸血鬼的鬼，不是，这个是鬼楼的鬼，鬼式茶餐厅。茶餐厅是鬼楼嘞。So one thing before we eat， we need to pray 啊。他讲 eat as is， 不用炸炸那个 chili， 不用炸炸那个 chili。来 cheers， three， two， one。它不像普通的叉烧啊烧肉这样子，有时候那种烧肉它最后面哦，下到最下面的时候是很咸很咸，可是它是可以没有配饭吃的。它的上面脆脆的地方哦，有点甜甜的味道。It's not salty salty， it has all of the flavors 在里面。有时候吃到它不是说在下面那个红红那边很咸的，可是这个是 OK 的。它的意思是我们平时吃外面的烧肉，后面这里哦是深红色的嘛，它是用那种五香粉啊腌过了的，可是这个哦没有那五香粉，那个重重的五香粉跟咸咸的味道。那很鲜，有时候有人做很喜欢嘛。我以为我自己都听到，跟刚才的那个这个比较好吃，刚才那个也是有刚才那个的好吃哦。This is a bit， 好像它有放一点 special ingredient 这样。二战的，那个 the World War Two， the World War Two ingredient， and 他们有 pack pickle cucumber which is refreshing after 那个 fatty layer。可是我觉得是它的 taste OK， 只是我没有觉得它到很 wow wow， yeah， it's a good average。It's not average， it's average and above。可是还没到 good。Like try。它叉烧比它的烧肉还好，因为它的烧肉是80分，它的叉烧是120分。伟宏讲介绍这里的叉烧很好吃啊， good taste， good taste。我问那个 staff， 讲你介绍什么？他 recommend roast pork， 不是叉烧。可能他们的店是觉得我们的烧肉比较好卖，可是伟宏觉得他们的叉烧更加好吃。对啊。可是我自己更喜欢烧肉，叉烧它有点硬我知道。我觉得只是真的是入口即化，可以吃那个了吗？我已经不小心吃了一口。可以。你们要弄一点，有一点那个酱放进去。这个是。虾米，大虾米，然后这是八姑菜，八姑菜它长得有点像那种以前小时候学的那种 friend family 里面那种，哎，那个塞啊，那个粉。他讲这个是泰式，他们的特别是有多一个是叫布拉酱八姑，可是这个他是 recommend 我的啦。这我们的 verdict 是这个罢了。啊，叉烧丸不是那个烧肉啊。上高叉烧好过上你啊，你先。这把叉烧的好嚟啊。你 ready？ Three， two， one。开始。我觉得烧肉好吃，我觉得叉烧 OK 吧。我错了，叫我鸡和蟹排蟹，我第一次讲排蟹。可以 describe 为什么你喜欢吗？它的那个肥油是过油，可是你可以慢慢咬，慢慢咬，慢慢咬。有一些它这个哦会做很甜，有时候会粘在那个牙齿，但这个是 OK 的。For me is 为什么我喜欢这个 is this is the one that I like， the sauce just nice， like to me this is water 我喜欢啊，这个我很喜欢。在你嘞？因为我吃过更好吃的叉烧，它的瘦肉是松，可是哦，叉烧不知道吃它有点肥，然后要看起来透明，然后又很 juicy， 它的味道吃起来像肉干了。可是我回来，我一定会叫这个烧肉。我回来我一定叫叉烧。我来在这边，我绝不会是要吃。我也是会叫回这个菜，因为我喜欢它的 sauce。对，这个菜有。它有那个 sesame sauce 的感觉。This try is a bit too rare for me， a little bit too exotic for me。但它没有那个青菜的臭味，还有是那个 salad。To me。我把我扔了一个面，可能那个菜会吸那个泰式的味道，所以变成那个菜本身脆脆，然后有泰式的味道，所以很好啊。OK， 好，谢谢你的推荐，我们要去第三个地方 ，Boy。OK， 我们来到我们今天。
的最后一站 Gordon Blue， 哇，最好是吃，可以看到啊，就是吃扒的。但是这个扒是要配饭的。对啊，这个叫扒饭。这里是他们的第一个的地方，在 Ipoh， 这有一个 OO Uncle， 他坐在1985，一九八五年 start， and then they business， and the uncle old 了。这个老板 take over 是2016， just a little bit of history。这个是 uncle 的 recipe， 他们 take over 在有这个的 recipe。在这里之前我没有吃过啦。听讲那个豆丸仔有来过。这次我来到这里有出名哦。我们 try 这个最 classic 的先。这个是 pork chop， 这是 uncle 的 recipe。Yeah， pork chop signature sauce， 酸甜 sour sauce 的咕噜油。他们的 ingredients 是有用 onion、tomato 和 pineapple。pineapple。红来。我喜欢红来。放一个青色在这里，它就是个 pineapple 了，它是那个 SpongeBob 家。第一顿。还有小时候的味道，就像小时候可能你 balance 没有什么带你出去吃这种贵贵的餐厅，他煮给你吃的那种味道。那个 pork 啊， I think 你 serve 那个鸡蛋，然后你 pan fry， 这个鸡蛋的味道，这个猪扒完全不会干。现在很多地方的那个猪扒，它都是很干的，很难咬。这个是 I think 他们有砰砰砰高高哦。他看那个芭比还不爽，喊到那个芭比。就是小时候，你的婆婆讲我煮扒给你吃，要么你讲要，你以为是那种 Western 啊大水扒，然后来了是这个，然后你又很鬼喜欢的那一种。那都讲了啦，超乎的味道嘛。对，这菜里面也是有 ham， 有 sausage， 有 bacon， it's damn rare， people got fish bacon in your food。它的 fries 是这种，妈咪一年她可以吃一次的那种 fries。肯定的 fries。一脚钱你包了。Oh my god， 那你放那个 chip chili sauce 里，一个 chili sauce 或者你放那个酸梅粉。酸梅粉是 sour plum 的好的。sour plum。Powder in fries 啊，因为你吃鸡丝锅啊，你们都没有办法的吗？有谁吃过可以讲啊？这个 sausage 是你的阿妈炒饭时候切进去炒饭里面的那个 sausage 的味道。是你妈咪跟你讲过啥？我煮好炒饭给你阿妈，就是这个。我们可以 move 去下一个 dish， 这个是他们的 innovation 的 recipe。这个还讲有 secret recipe 的 sauce。这个的 style of sauce 他们有用 chili tomato base sauce， and then 他们有放 black pepper powder on top， 所以是特别的，跟别的扒饭不一样的地方啊。对， cheers cheers cheers， 敬 sure， 你不要敬我啊，敬 This is the one I put at home， 它的味道很。很多，这个是小孩子吃的 black pepper， 然后有时候我们吃 black pepper 还有一点很辣嘛，就是它有 black pepper 的味道，可是不辣，烧烧的。你觉得你外面吃 black pepper 有时候很辣的嘛？小孩子不能吃，这个是小孩子要拿做的时候吃的。Disclaimer， 这个不是 authentic Western food 啊，这个 already local 的味道。这是 Uncle Gordon Blue 的 OK。哇哦，它的猪扒啦，真的是很 juicy 耶，我不管怎样形容，它不是有骨那一种猪排的，你知道吗？它是一片猪肉呢，它就可能这样子。那个像是做法官的，他煮之前就咚咚咚，瞬间咚咚咚咚咚。你们吃饭吃一厘就比较中间多 black pepper 了，就会有点辣。可是你要沾那个 sauce， 就把那个辣 remove 一点哦。如果它的猪扒可以这样 juicy 的，我们在家的那种 very dry。This is chicken. This is chicken. This is chicken. Yeah, this is chicken. This is pork. One more thing, the 老板 recommend us eat with rice. Okay, it's very good. Eat with rice is very good. 我已经 eat with rice 了。我 understand why I'm gonna eat with rice. Super very overpowering. And then something to localize. Then 你放。是，它就是很 home cook 才会配饭嘛， right？你在家煮一个扒，你不能吃一个扒就糊了嘛？比较配米饭。这个鸡扒里面有一个 butter 的香味， butter 香味跟 black pepper， 然后它油里面有那个奶香味。这两个比起来，我比较喜欢这个，两个的它很有 grandma 的感觉，阿妈。这包是蛮大的嘞，我发现。Yeah. 如果你叫一个饭跟这个，你一定吃不完。And the pricing is 这个是22块 ，to me is slightly expensive， but 看到那个 portion 哦，有一点大，然后有 fries， 然后有 bacon， 然后有 sausage， 然后有 ham。22块它会比较贵啊，会这样的 environment 还比较贵一点。对对对。可是伯克堡的 pricing 味道是 good 的。真的是要配饭一起吃，因为它的 sauce 很够。做怡宝盒怎么就蛮贵了？怡宝盒很贵吗？要讲几次？上一集讲到现在有哎。I think we're ready 了吗？ We're ready to answer. Yeah. 3, 2, 1 Hershey. 一，它有童年的感觉。二，它的薯条，我不为什么它这样喵喵这样，可是这样好吃。它看起来很瘦哦，可是它里面很多不一样的 flavor， 尤其是它在那 sauce 它细咬过后啊。Yeah.你啊，真的是有超乎的味道了，就是它一般是蛋啊，就是你想一下你小时候阿妈煎蛋给你配薄吃啊，哇，也是这个味道。配薄，本地产。你吃好过你就想起你阿嬷的感觉，只要你是阿嬷养大的孩子，你就可以来吃这个，我觉得你喜欢。我要讲这个 ham 啊，这个 ham 我们平时我们吃那种外面的 local 的西餐啊，它这个是很鲜的鲜的，这个完全不会，因为它的 sauce neutralize 了全部味道。所以这个的 ready 给我是 very localized western food old school style， which 有很多 Malaysian 很多喜欢的， and 这个的 old school western 我 approve。这个味道如果你叫阿嬷来吃，哦， try our western food， 他会觉得 no， excuse me， what is this？ 可是如果我们 local Malaysian。This is the bomb. This is the bomb. Okay, conclude 在第一个的
间，第一间的 Korean Blue 是 Hosei。 耶，好爆了，好爆了。所以今天我们有第三个位，所以第一颗是哪颗？林记牛牙。第二颗的地方 Museum。 Museum。 第三个地方是 Korean Blue。哪个三个的地方你喜欢哪一个？我喜欢一，我喜欢牛奶拉沙来粉，来粉 right。很难选呢，就是你一定要选一个，通常都会选第一间，因为它是你时常会去吃的东西。No doubt, number one, 你懂没懂？伟鸿，伟鸿，哇，你这三个的地方全部三个是三给我，给我。都是 Jose, 都是 Jose。我是 support 你的 brother, 因为我们是怡保人嘛，同一个店。Brother, 一生情。Comment 在那个 comment box, 然后我们去哪里一个地方？你不要接假跟我，你是那个开餐厅，你叫我去你那边吃，我跟你讲，难吃我给你排挤，我跟你讲。这样子，我们下一个地方见。Bye。